哪三部？第一部。最近工作这么辛苦，看得我都心疼了。第二部。曾涵姐。这么勤快的女婿啊，哪里找啊？你跟这个小钟啊，趁热打铁。佟爷爷好，小妮真帅，机会都给你了，好把握。第三步，我送你回去。嘿，来点醋，它才香。怎么那么爱吃醋？我不酸吗？一点都不酸。我是那种吃醋的人吗？哼，有信心。对不起。有信心。快让开！撞到人了。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没来。一边对我好，一边又拒绝进一步发展的可能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就不能再主动一点吗？你们男人都太渣了。之前你给了我很多次机会，但是我都没有珍惜。我想保住今天。你知不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？多一点点机会吗？等一下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机会。既然我们两个感觉都还不错的话，不如就直接在一起了。我想以你男朋友的身份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。我真挺幸运的，在所有的过去里还给你。